1月22日，苏醒舅母博主称其婚姻不忠，只要赚了点钱就要到外面找乐子，即便结婚也会乱来，发文表示照片能不能慎用，这是一个没结婚没家庭没什么作风问题的人的照片，这道纹还是他幼儿园时候在床角磕破了然后留的疤，放过他行吗？他还晒出该博主的截图，语气很是无奈。So baby, tell me yes.